天王郭富城自8月21日起在香港红磡举办演唱会，连续开唱15场。小23岁的女友方圆也到场支持。他在庆功夜特别感谢女友，很谢谢方圆到香港支持我，他都放下了手头上的工作看了8场。据香港媒体报道，郭富城开唱，方圆现身台下成为焦点。他主动谈起女友，方圆都好感动。他不想骚扰我，是一个很善解人意的人，我很开心。众人好奇女友看演唱会的感想，他表示两人没有见面，对方也没有来后台，因为他不想骚扰我，称赞女友很乖。郭富城得知许多人目击方圆拍合照，心情非常高兴，希望大家都能够接受我身边的朋友，还自曝和女友有传简讯来往，但是对方因工作回上海，在此之前两人无法见面，